3월 14일 주일 3月14日主日이봉민원장由李夫人院长会讲师举行了印度在线恩高聚会此次恩高聚会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英国加拿大韩国等六个国家的1600多名圣徒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和 YouTube 分享了恩典由金尚辉牧师主持开始的恩高聚会讲师李夫人院长向参加聚会的人嘱咐要检查自己的信仰的现状并嘱咐他们通过此次活动在信仰生活中重获力量在悔改赞美与为了得到圣灵充满的时间之后李夫人院长为了事先报名的约270名患者用全能的手帕尽心做了祷告每当有恩高聚会时金尚辉牧师都对我们说要凭信心以祷告和进食准备要做好合乎蒙医治的器皿所以我也为了3月14日进行的恩高聚会尽心做了准备我带着火热的心参加了恩高聚会李夫人院长用手帕祷告时从腰开始酸痛的感觉消失了同时感到腰部非常火热之后腰痛消失了我真的很幸福虽然因伤寒吃了不少苦但通过恩高聚会神医治了我我长期以来腰就很痛由于疼痛无法正常坐下来因此吃了不少苦头在我参加恩高聚会那天李夫人院长为我祷告的时候我感受到圣灵在抚摸我所有痛症立刻消失了将所有荣耀归于父神也真心感谢李夫人院长特别是2019年外媒夏季修炼会时通过李守贞牧师超越时空的祷告在昏迷状态下苏醒的阿库什圣徒参加了此次网上恩高聚会以见证将荣耀归于了神我叫阿库什我遭遇交通事故后过了3个月才恢复了意识我曾经没有生存的希望但是李守贞牧师为我做了祷告我得到了医治现在很健康现在我能自如走路了除此之外有很多人得到了医治成为了彼此分享幸福的时间虽然只有1个多小时的聚会时间但有60多名患者得到医治而且他们大部分是初信徒能这样得到医治真是惊人的事情我们会持续管理他们使他们扎根成为万民教会的圣徒德里万民教会今后会引导更多的灵魂体验全能走上主的救恩之路此次恩高聚会后有50多名信友登陆结出了丰盛的复兴的果子愿通过今后的网络恩高聚会有更多的灵魂得到救恩将所有的感谢和荣耀归给时刻与万民的做工同在的父神2020优秀奖颁奖仪式当天每周用美丽的花朵装饰圣坛的美化部也获得了奖项现在就去见在幕后默默辛苦侍奉在指尖上绽放美丽花朵的今天的见证者比美丽比花儿更美丽的心
선선한바람이부는이른아침清风吹拂的清晨，美化部主务朴明书劝示为本周的讲坛献花装饰，从星期五一大早就开始准备。主务，今天的献花风格是什么呢？今天是青年部献的花，因为这周是青年加拿大宣教会参加现场礼拜的日子，所以以青年人的感觉，从这圆圈中呢，就是突破出去，以团结一致的一致前进的样子为主题。每次献花的时候都会构思新的设计，我们也跟他们一起去买能表现这主题的花去吧。在复杂的首尔市中心，最先见到春天的地方，五颜六色的春天气息扑面而来。韩国最大规模的花卉批发市场就是良才花卉市场，聚集在花香扑鼻的这里的美化部会员们，在这么多的花中是怎样选择现在讲坛的花呢？最重要的就是要鲜艳，因为是在远距离看台上的花，所以尽量选择花瓣大的花。虽然之前看过的颜色也很漂亮，但是如果有新的颜色上市呢，就想用那种颜色。按照构想好的设计认真逛了各个地方，需要有寻找最好的花的观察力和对预算的诀窍。这花是怎么卖的呢？8000元。8000元有点贵啊，这还算是便宜的。哪一种花也不会放过，要仔细检查又检查。金明理执事也在学习着这窍门，现在一看呢就能知道花的状态。现在跟着主务看花，我说这花很新鲜，这花不太新鲜，那么主务就说我看得非常正确。现在在学分辨是插在中间的花还是插在正道人那边讲坛的花。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在看起来比任何时候都空闲的花市中，等待主人出手的五彩缤纷的花儿非常美丽。我们万民县长坛献花对花卉农家呢也有帮助，因为我们教会为了献花会买很多的花，所以呢在花市非常欢迎。我们听到商人们说现在买卖不好，万民能给他们加添一点力量，对此非常感谢。与花一起绽放爱之花的万民，抱着美化部仔细挑选的五颜六色的鲜花向教会出发。我们要感受献花之人的心，把它升华为美丽的馨香，所以今天也带着愉快幸福的心情，在和平的气氛中，为了做好这项工作，还有才开始学习插花的人要尽快提高实力，要成为有实力的美化部成员，一同献上祷告。正式开始正式讲坛之前，总务正在逐一分配各自负责的领域。李先珠知事负责主持人坐席那边，朴兰淑知事呢插中间的花，金良顺、陈恩子知事帮助正道人坐席那边，南玉子劝示和朴金书知事帮助主持人坐席和正道人坐席这边。
能够在宝贵的坛上插花是很感谢的事情。美化部侍奉的日子，一大早起床，洗完澡，带着幸福的心来到这里侍奉。因为是宝贵的圣坛，所以尽量不说世上的话，而且要彼此成就和睦，所以在和睦中幸福的侍奉。各式各样的花直到诞生为一个作品，都是经过美化部成员之手，将花分类整理装饰所需的饰品，逐一精心打理花与新的时间。您在美化部侍奉几年了？有八个年头了。以前是做打理花的工作，现在呢连插花也一起做。插花是需要技术的事情，所以需要有专业知识和才能。插花工作需要技术，所以有花艺师这项专业性职业。美化部成员们在各自所在的地方尽最大努力在积累实力。据说从美化部正式成立到至今，有些会员始终如一的侍奉。确实，您做美化部侍奉有几年了？有20多年了。在登陆外面教会之前，身体不太好，所以来到外面祭坛。风湿性关节炎以及因交通事故后遗症病痛的身体，在瞬间全部得到医治。从那时，我决心要奉献我的身心，与地区长、区域长祷告、祭物等侍奉了30多年。美化部是迁移到现在这个圣殿后开始侍奉的，有20多年了。我寻找其他人很难侍奉的事情，在为他们做准备，为了让他们能做更多的事情。从早到晚，不仅要做好自己负责的领域，还要环顾各自的事情，以各自美丽的馨香正式的讲台献花。就这样，美化部成员们亲手完成了美丽的圣坛装饰。究竟以什么样子完成的呢？看着洁净纯真、五颜六色的圣坛献花装饰，透过屏幕就能感受到春天的气息。这个部分是我第二次插的花，样子出来的很满意，很漂亮。美化部总务，他呢是插在这个中间，然后呢让我插右边。插花的时候，我很想插好，但是样子总是不够满意。如果没有插花技术，就不太容易，很难。所以我就祷告，求父神帮助我。祷告后呢，再插花，就感觉非常轻松。插的每一朵花都很让我满意，想插到中间，就会正确的插到适合的位置。对于刚刚入门的人来说，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插的花很漂亮。当然跟主木相比的话还有很大差距，但是还是蛮漂亮的。这是父神赐予的恩典。向父神祷告，不断提高实力的敬良顺执事，
告白在幸福，告白在侍奉时感受到的幸福，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腰椎扭曲了。腰椎扭曲，但不是一般的扭曲，而是会诱发疼痛，那种痛症呢是无法言喻的程度。不久前因为疼痛难忍，一直要躺在床上，躺在床上发现身体不能动弹了，我想站起来，但是腰不听使唤，还要去卫生间。所以当时女儿给我解小便，这样有三天左右。我就祷告父神，我愿在父神面前得以完全。非常神奇的是，当我祷告的时候，腰部就会产生一点力量。虽然还是有痛症，但是因那力量，我能够站起来了。我是美化部成员，所以无论如何我都想参与侍奉。即使我在腰疼的状态下呢，不能成为很大的帮助，但是我还是试着去做一点点，哪怕是递一朵花，也要寻找他父神喜悦的事情去做。结果疼痛的腰就缓解了，现在没事了。美化部全体的要彼此帮助，更加合一。因为以这样的心侍奉，所以即使人数少，每个人感到有种责任感，比以前更努力更积极。我们做美化部工作，带着新耶路撒冷的盼望前进，无论是插花的人还是在旁边协助的人，都成为一条心，带着新耶路撒冷的盼望而侍奉。在父神面前献上各自真诚之心的地方，在馨香之气中，嘴角的微笑自动绽放的此地，敬献圣徒们美丽心灵之地。我们就是比鲜花更美丽的万民的美化部。将美丽花香敬献于父神的地方，我们将更美丽的心灵馨香献于父。哈利路亚。遠慮なくご相談とご連絡くださいますようお願いいたします。